诸位老师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是孔子诞辰啊，也是台湾教师节啊，承德在此啊，也是恭祝啊诸位老师啊节日快乐啊，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啊，福慧圆满，啊，阿弥陀佛。教师啊，是个很神圣的行业，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我们。这一生呢，遇到佛法，又是念佛法门呢，那我们脱离六道啊，往生做佛的因缘是成熟的。彭基经居士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这善根福德因缘呢。都很具足啊，这我们要掌握住。那往生是正住双修正修是念阿弥陀佛，住修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而这个住修啊，没有离开敦伦敬分呢。刚好前一阵子在德国包含在英国伦敦跟大众交流课程呢都是交流呢我们生活工作中如何行菩萨道。所以印光祖师说在家人最大的功德啊把下一代教好这个是最大的功德了。那我们想呢当老师最大的功德是什么就是把学子教成才了学子懂得是非善恶了懂得爱人敬人了。那这个老师的功德很大了。所以在劝发菩提心文当中啊有提到了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义啊。那承德自己回想啊还没有遇到老和尚之前呢随波逐流啊被这个享乐主义啊席卷了还有功利主义都想着要做 top sales 赚大钱的那所以老师的缘呢对于一个人来讲啊，至关重要啊。这个若无世间师长，不知礼义。若无出世师长啊，不解佛法。有遇到传佛法的老师啊。我们才知道怎么出轮回，才会考虑这个问题了。不知礼义，则同于异类了。我们连礼义都不懂啊，那跟禽兽的差别就不大了。就没有办法做天地人三才了。我们说侮辱自己的人格了。
所以这么尊贵的三才的身份呢，应该是可以爱人爱一切生命，而不是现在哇环境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或者伤害很多生命，造成自己身体不好了，现在的人身体好不多啊，有果必有因呢，伤害生命了。这个陈德啊，小的时候也是抓很多虫啊，金龟子啊，种下这些杀业了。所以这个要承受果报啊。不过亡羊补牢啊，犹未晚矣啊。多做无微不施啊，慢慢身体也能转变啊。诸位仁者啊，看陈德最近有没有胖一点啊？有较胖脸啊不？哦，这是闽南话啊。所以这个要修因得果啊，还要多做一些。无畏不施啊，好哦，那这个若无出世师长不解佛法啊，不知理义同于异类，不解佛法则何益俗人啊？那俗人就是凡夫俗子啊，只有一条路了，搞轮回了，没有第二条路了。我们现在遇佛法可以成佛做主了，所以在孔子诞辰教师节我们一起学习太上感应篇，首先我们感念师长老人家的恩德，当然念他老人家的恩呢，就要报他老人家的恩，他老人家对我们一无所求啊，那我们让众生欢喜啊，让我们的学生受益啊，这个一定是老和尚最宽慰的事情。所谓众生欢喜，佛菩萨欢喜，老和尚欢喜。而这个《太上感应篇》当中谈师道的句子，其中有一句“慢其先生”，这个虽然是谈不能造的恶。但是汇编当中把师道当中很重要的义理都开显出来了。我们刚好遇到孔子诞辰我们也一起跟着汇编来学习师生之道。其实我们师跟生这两个身份都有我们是老和尚的学生我们也是所教子弟的老师而且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是要先做好学生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因为我们自己是好学生，我们才知道怎么用身教言教来指导带动子弟成为好学生
啊，那印祖也谈到啊，这个老师呢，啊，没有列在五伦当中，啊，因为他的角色啊，跟好几个伦都挺相应的。那我们从《论语》当中啊，可以了解到，啊，孔子说：“回也，事与由父也。”哦，所以这个师生关系跟父子关系很相应，啊，所以叫师父。哦，哎，但老师啊，跟学生相处当中呢，哎，有时候又像兄长一样，啊，勉励他，鼓励他。又有时候呢，啊，很随和，陪他喝喝茶啊，又像朋友一样，嗯，哦，所以没有列在五伦呢，但是呢，这个师生关系，啊，好几个伦常的精神呢，在其中。哦，好，那这个汇编，啊，一开始提了。先生者，哦，我们翻了438页，哦，我们就这一句啊，来感受一下。汇编呢，确实理跟事啊，汇集的非常圆满，哦，这个学下来啊，受益良多。这一句啊，也是我们熟悉的师说的句子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哎，那我们现在哎，每一天清不清楚啊？我们在传什么道？哦，伦常大道啊。哦，老和尚说敦伦敬分是大道。哦，啊，进一步，哎，他的家业家道怎么传，事业之道怎么传，哦，啊，人生怎么活得有意义，我们老师要传大学之道啊，菩萨道啊，给学生呢。哦，而且这个教学当中啊，身教者从，啊，言教者送。我们讲了，自己没有带头做啊，哎，学生会怀疑啊，没信心呢。哦，比方啊，我们跟学生说，哎呀，爱护地球啊，啊，不要浪费资源啊，结果我们水开得很大，学生。看到这些场景啊，心里打嘀咕了。哦，哎，我们啊，都很用心啊，做垃圾回收啊，这个都是具体爱护环境的表现了。啊，授业啊，传授学业。解惑，啊，解除他学习上的疑惑，啊，甚至于他人际关系当中的疑惑，哦，或者他人生的疑惑，啊，啊，我们被学生问问题啊，大家感觉如何？哦，会不会又来了啊？哦，这样可能耐心不够了。哦，啊，会不会说，哎呦，到时候他问我，我答不出来，多丢脸了啊？那这是好面子的问题。我们在教学的情境中啊，产生
这个烦恼情绪啊，哎，这个都是啊，我们要啊提升的部分啊，我们应该是 enjoy 啊，享受教学哦，不能因为教学产生很多烦恼啊，哎，哦，因为我们有一个榜样啊，就是孔老夫子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啊，包含我们老和尚啊，教学60多年啊，哎，哦，不能怕学生问问题，哎，啊，要学老和尚啊，老和尚，哎，真心应对一切境界，自自然然。随问随答，哦，这是我们的目标，哦，哎，能不能达到啊？啊，众去缘已见机，哦，当然我们要观察，哦，哎，老和尚为什么能达到随问随答，啊哦，因为老人家平常啊心里呢没有妄念，心地清净的，哦，哎，清净心一遇到境界啊，它就起照用，就起智慧了，哦，其实老和尚所表演的，佛菩萨所表演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呢，啊，本有的能力啊，但以妄想执着，啊，不能证得，啊，我们现在把这些放下，哦，你看六祖大师不识字啊，可是他恢复清净心呢，啊，哎，人家谁问什么他就答什么了，真心啊跟佛菩萨是平等的，啊，看我们有没有愿意效法学习，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人一天当中啊，什么时候最容易把问题想通啊，想到解决办法啊，我自己的观察，刚睡醒的时候啊，就洗脸刷牙，没什么妄念呢，啊，哎，突然好像昨天思考的问题啊，想通了啊，啊，妄念越少啊，智慧也就能透得出来了，啊，好，哦，所以这个老和尚有，当时也是在英国汉学院，哦，有把他自己啊修学的心得和盘托出，啊，标题是佛法求的是什么，就是求的是真心，恢复真心啊，你真心啊应对一切境界自自然然，哦，不用多想，哦，我们跟老和尚学，啊，越来越像老和尚，哦，不能一下子欺入啊，越来越像，哦，那我们自己的观察的更深入一点呢，哎，有时候人家一问我们问题啊，我们马上怕答不上来，哦，那个一怕头会怎么样啊，哦，有点昏了，哦，因为起恐惧啊，害怕了，这种烦恼就障住你的智慧了，哦，这个时候啊，哦，能赶快念阿弥陀佛啊，哦，把这个担忧恐惧扶住，哦，深呼吸，哦，内心念念佛，哦哦，不要、哦，不要人家问你问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人家不了解你啥意思，啊哦，深呼吸，哦，
哎，有可能你心一静下来，哎，老和尚教的东西啊，你就浮出来了。好，好，还有一点呢，夏老说道在平常中，我们用平常心应对就好了。啊，也不用紧张啊，也不用怕没面子。哦，因为承德当时候到海口啊，啊，刚好跟一个小学同学通电话，哦，他听到我在跟大众啊分享《弟子规》啊传统文化，他说：“哇，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哎，你不怕人家把问？”有问题给你问倒啊！我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哦，我就说，哎呀，你问的太好了。我去请教我的老师啊，我下一次回答你，哎，你也尊重他的问题嘛，啊，没什么好怕的啊，怕烦恼自己想出来，平常心应对就好了，哦，那我这个同学又说了，那你假如遇到比你更厉害的怎么办？我说那更好啊，我就不用讲了，就请他上去讲就好了。哦，我随喜功德哦，哎，也没有不好啊。哦，而且讲课好气啊，啊，随喜功德的，鼓掌就好了。哦，而且鼓掌对身体有好处啊。啊，哦，所长。这个反射点通往五脏六腑啊哦，所以你平常心应对啊，哎，其实就是很真诚去应对学生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也表演，哎，我们没有打肿脸充胖子回答别人的问题哦，哎哎，不懂的哎，赶快去请教，这个都是给孩子的示范呢。好，哦，所以啊，我们有很多烦恼叫自造紧张啊，自寻烦恼了哦，用平常心就好。哦，那接着讲了，父母生我之身呢，啊，父母生育我们、养育我们呢，犹必先生呢，成我之学。啊，一定要有老师成就我们的道德学问，啊，这个必至啊，我们也不能忽略啊。六祖坛经里面讲，威英王佛以前呢，啊，有无师自通的；威英王佛之后啊，就没有无师自通的。大家注意啊，现在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我所看过的邪师啊，都没有说他有跟随过哪一个老师学习。啊，都是哇，自己突然多厉害了。哦，那大众看了就哇，敬佩的要死。哦，哦，所以六祖坛经啊，要会判断。啊，建立我们的判断力哦。当然，啊，菩提道上啊，诱惑很多，啊，一不小心啊，也容易染着。哦，所以老和尚说，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哦，我们不能。都说是老和尚的弟子啊，哎，不知不觉的讲的跟他老人家教的不相应了，哎，做的跟他老人家教的也不相应了，啊，哦，老人家有一个专题啊，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啊，那个也是提醒我们教学者了。哦，毕竟啊，
我们是成年之后才学的。啊，成年以前呢，啊，也有一些染污，也有一些习惯。哎，我们得高度警觉看，哎，自己在处事待人，在教学中啊，啊，不能被以前养成的习惯呢，给控制住了，给拉走了。哦，得看哎自己的言行啊，符不符合三根的标准呢？啊，符不符合？哎，心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行善符合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符合五伦八德。当老师符合这些心行呢，哇，那每一天都是积功累德了，每一天增长孩子的善根呢。那不符合了，那可能我们好心啊，但没有注意到有随顺习气的话，那可能就会影响孩子的信心呢。我观察学习传统文化的孩子蛮大的比例啊，对传统文化没信心呢。因为父母老师假如没以身教啊，而是以言教啊，他们要建立信心不容易了。所以古人说身教者从啊，言教者送。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必先生成我之学啊，我们要慎重这个。要有师承，要有老师，所以他的尊贵啊，老师身份的尊贵呢，跟父母亲、跟君王啊是并重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啊，知恩报恩，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啊，没有他就没有我的。哇，那这个恩德很大了。你看，没有父母生育养育，没有自己啊，这个恩不能忘啊。老师的教导啊，包含国君啊，他让整个国家安定啊。那在古代，十军之禄啊，公务员拿皇上的俸禄了，这一份恩情啊，不能忘。这个福田心根哦，时代在变哦，可能有人，对领导啊比较不恭敬了，可是他吃亏啊。我们不受风气影响，我们对父母、老师、领导，我们还是恭敬。那是有福报的人因为这个五伦大道啊，是超越时空的大自然的规律法则不是说哪个人创造的那个都是天性流露的。你看孩子出生了。来到父母的生命中我们看那个父母看到亲生儿那眼神的慈爱小孩看到自己的父母那眼神的欢喜，这是天性你看古人传了几千年五伦八德你再给他加一点怪怪的，你给他减一个也不行你看跟真理相应啊，不能增不能减就像佛经你给他加一个字画蛇添足你减一个字也不行
所以我们不受风气影响，庄生于千古圣贤之列，不愿为随波逐浪之人，不能随波逐流。我们在五轮当中练出我们的真心，这是真对得起自己的佛性了，真对得起佛菩萨、老师、父母的教导了，也对得起曾经护持我们的因缘了。好，那我们看轮长当中都有练出真心的榜样，大顺在恶劣的家庭关系照样不影响他成圣哦。所以境缘无好丑，境缘也不可能障碍我们，好丑起于心，障碍也是心造成的。我们一觉得别人错了，就会形成对立了。顺往没有对立，都是往内，还是我做的不够。所以最后呢，最后把他父母弟弟都感化了，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父母这样对待大顺呢，他也没有对立哦。所以我们看到圣人留下来这些公案呢，那我们拉回自身，这个抱歉啊，这不能等到冷了啊，到时候受寒啊，我好不容易攒了一两公斤啊，这个不能再给它退回去啊。好，那我们看这个顺往没有对立啊，那我们现在在伦常当中啊，有没有闹不愉快？摩擦了。好，那老祖先提醒我们，一个巴掌拍不响哦。大家认同这句话吗？Thank you so much 啊，谢谢朋友。我这个最近医生把脉啊，好像心上有点压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四个月之后要考英文啊，就不是四个月啊，三个月之后要考英文啊 ，very exciting 啊，挺刺激的啊。教学任务也不算轻松啊，还得每天学习英文因为我都跟人家说不能挑境界，哇！你看，马上境界来考我。自己讲得很轻松啊，这是境界来看自己练得怎么样啊。好，那这个这个古人留下来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啊。我们闽南话说的半斤八两半斤八两可能是什么你错五分他错五分甚至于你错两分他错八分，可是你一批评他八分呢，他会怎么样？他会批评你两分那就各相则天翻地覆了你错两分，你还反省这两分呢？触动对方的善根，
其实人心上都有一把秤的，他真正静下心来，夜阑人静啊，他也会关照到的。他只是面子一下拉不下而已啊。假如错的少的还反省自己啊，能触动对方的善根。哦，所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呢，但恐诚心未至啊。哦，所以各相则天清地灵啊，对，各自则了，就天清地灵；各相则天翻地覆了。哦，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现在遇到的境缘呢，跟我们的心是一，不是二啊。境缘是一报，随着我的正报转，我用妄心，我指责的心。就调动对方也指责了啊，我们内省之心就调动对方的善根了。哦，所以在人伦关系里面呢，假如有一方全错一方全对啊，结果这个就是全对的人变圣人了，变留名青史了。你看阿斗跟诸葛亮，诸葛亮变一代忠臣了，他也没有吃亏哦，他庇荫后代哦，好，公修功德，婆修婆德，因果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哦。好，那哦，我们看到啊，这里讲了，经人呢严师教子啊，聘请老师来教孩子呢啊，往往多出虚文哦，就是比较虚文，就是表面的一些礼仪啊、形式哦，然后呢，当然哦。这个礼不可废呀，啊，礼者敬而已矣啊，把那个恭敬表达出来了。啊，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啊，多次提到自己到学校读书七岁，啊，当时候父亲带着他，啊，给孔夫子行三跪九叩。紧接着又给老师行三跪九叩礼，老和尚说对他一生影响深远，对老师不敢不恭敬，因为父亲都这么尊重老师，他怎么敢不尊重？你看这个礼仪啊，利益了老人家往后人生遇到这些良师益友，尤其三个老师，你看恭恭敬敬啊，用毛笔啊写信呢，啊，给方教授。哦，方教授一看，哇，从字里面就看出啊这个学子的心呢，啊，就哦把他邀请到家里来了，这都不是偶然了。所以这个我们中华文明是礼义礼乐文化，哦，所以这个礼对人心产生的教化力量很大，哦，所以学校当中啊，哦，我们可以简单，哦，隆重，哦，哎，大家都能接受的，哦，像，哦，我昨天也参加在加拿大多伦多，这个弘一师塾他们开学了，他们也差不多半小时，我看这孩子们都穿着汉服啊，很定，半小时简单隆重恭敬祭孔，还有开笔礼，
在孩子的眉间用朱砂开启他的智慧。因为他一开学，他的态度就是很慎重，很恭敬。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你不能第一天上学了草草率率的连起立敬礼跟老师行礼都没有。哇，这慢慢就轻慢了。所以礼不可废有。我们可以调整可以简单一点，但是不可能都不可以都没有了。所以你看这些故事啊，再拉回来我们现前的教学现况啊，都是蛮重要的提醒啊。我自己第一次的参与礼仪就是祭祖在2004年初除夕啊，祭祖。哇，我们好多男同仁都流泪了。哇，真的感觉你一诚心祖宗的护佑真的马上就到了。我们当时候在马来西亚办祭祖我们单位里好几个同仁姓黄黄香的后代，一查资料同一个祖宗叫十八子因为他们的祖先呢当到部长级了，很成功很可贵他不希望孩子都依赖他他有三个太太，生了21个儿子然后打算呢让儿子呢都自力更生跟三个太太商量后来三个太太留了自己生的第一个儿子其他18个自己自力更生后来就发展到这个沿海福建广东啦，甚至到东南亚哇，结果我们好像有4-5个姓黄的同事一翻开族谱都是十八子的后代所以这个祭祀的礼仪是感应不思议当时候祭的时候同仁就看到他们的祖先黄香在那里接受他们的祭拜所以这些拜师礼开学礼这个祭祖这些礼仪包含婚礼那所形成的磁场都能达到摄受人一生的效果那像我们这个慈善基金会9月初因为疫情停了几年在桃园孔庙分享传统文化那前不久又开始复课了希望诸位仁者我们一起努力台湾的孔庙都把它用上站在孔夫子的神像面前因为这个10几年前陈德也是在孔庙面前讲了一个专题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得把祖先的把祖师的东西承下来再传下去不能断在我们的手上
啊，人有善愿啊，天必从之啊，所以诸位仁者发心啊，啊，我们平常在学校里面啊，认真教学啊，自然会积累很多宝贵的经验领悟。哎，有机会了，哎，可以去供养同道啊，教学的同道。其实啊，教学是每一个人都要学的，不只是老师啊。只要你这一生呢，你想要爱人，想要利益人，那不可能不懂教学啊！哦，所以老和尚说，儒家的三宝啊，君亲师啊。你今天当个叔叔，当个阿姨啊，你想要当好啊，你还是要君亲师的精神，要自我。嗯，好，因为君呢是以身作则。你今天要去利益一个人，你不以身作则啊，他不信任你了。哦，所以君子信而后见呢，他信任你，你才好劝他，才好护念他呢。哦，那你以身作则，哎，他对你尊重信任。啊，第二是做之亲呢，你要爱护他。这个也跟信任有关，哎，他就会觉得你都是为他好啊，这做之亲呢，啊，还有做之师啊，啊，你帮一个人要很有耐性啊，要抓一些机会点呢，来引导啊，哦，来启发他，哎，都要做之师哦，哦，所以这个君亲师是。我们这一生啊，尤其我们学佛了，要行菩萨道啊，那铁定我们的心行啊，要符合君亲师的精神，我们才能利益到对方了。哦，所以虽然是教师节啊，但怎么做之师的精神，应该是任何人，尤其是佛弟子啊，都应该掌握住的。都应该善于观察，哎，观察老和尚怎么做之师的，哎哎，柔软、善巧、耐心、循循善诱啊，又很幽默，哎，哦，当老师的人不能说我就是幽默不起来，哦，那就是太有性格了，啊，我们要在老师行菩萨道。那菩萨好像经典里没有说哪尊菩萨很有性格啊，因为有性格啊就有棱角，有棱角啊可能会伤到别人，要把棱角磨掉。好，所以这个礼仪的形式啊，对人还是产生蛮大的教化作用哦。所以这里讲多出虚文了，哦，那就是啊，这些形式、这些礼仪啊，都做得太表面了，哦，然后又吝啬钱财，啊，然后亏欠缺礼数啊，对老师不够恭敬了。又表现在甚或言辞不逊，言语很冲，然后体貌反常，就是一点礼貌尊重啊都没有了，有心遗落之啊，这遗落是瞧不起老师了，那这些对老师的态度就不妥当了，哦，那此辈
故去禽兽无几了、啊、等于是我们不孝亲尊师啊，那我们等于是、啊、侮辱自己的人格了，因为做人的一个大根大本了、哦哦、那这个汇编呢、啊啊、我们看到呢他在论理的时候啊都比较全面啊啊，你比方论到哎对老师的态度啊，哎也会拉回来那自己当老师要是什么态度吧、哎、大家觉得这一点重不重要啊？啊，我们去感受一下人心啊，比方说前面一段讲了啊，应该怎么尊重老师啊，啊，可能家长心里就开始嘀咕了，是吧？哦，哎，哎，你后面再补一补啊，我们当老师也应该怎么样？哎，人家心比较平了，哦，所以出言要顺人心哦，哦，你不能一讲话，哎，女性应该怎么样？哦，你这个话讲讲讲，所有的女性呢、啊？这个都等着你，哎，有没有讲讲男人应该怎么样？啊，假如都没有讲啊，可能你刚刚那一段话他有点吞不下去了啊。哦，所以你看《太上感应篇》，这个都很符合人性，男不忠良啊、哦，你看把男要摆前面啊、哦，哦，才是女不柔顺哦，你看这个次第还是很重要的。嗯，哦，你丈夫爱敬太太了，哦，那你夫妻关系好啊，你孩子就很安定，很健康成长，哦，那就家和万事兴了。哦，这有一段啊啊，对于夫妻相处啊。啊的叙述啊，哎，它就形成不同的家庭氛围了。嗯，好，哦，所以这里提了，至于先生者，啊，当老师的人，啊，开悟小孩呀、啊，啊，开导、启发小孩、啊，这个阴德是最大的。哦，啊，岂可受人束修？供奉啊，怎么可以接受啊？人家供养啊，这个啊，束修是给老师的礼金啊啊，在孔子那个年代啊啊，十条干肉，其实最重要的是礼敬的心呢啊，那个在那个年代，这个都算。不昂贵的东西的，老师要的不是那个东西，是那一份心、哦、甚至于学生比较穷啊，那孔子都会接济他了、哦哦、那而放纵不言，就是 你接受的供养了、哦、但是没有很好的教学啊，严师才能出高徒啊！你都放纵了啊，自令人才有不成之患，成不了才了啊！甚至也代做刻意，帮学生做功课啊，做一些记忆啊，这个都不妥当了啊！其实我们这么做了，那。教给小孩什么了？不是教欺骗的吗？啊，欺瞒父兄，啊，欺瞒人家的父兄了，贪图财物，啊，财帛啊，帛是布匹了，啊，贿买功名啊，甚至还贿赂啊，看怎么买到功名。哇、啊，那假如老师这么做了。吾不知其报应，又当何如了？
那这个是断人慧命啊，哦，那比杀人生命还重了。啊，陈德之前听老和尚讲十九层地狱的故事啊，印象也是很深啊。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呢，啊，我们真心去教，啊，虽不重啊，亦不远矣，也不会偏太多。哦，所以轻慢老师啊，啊固然是不可以的，啊，而老师自己的行为啊，啊不敬责而被人家轻贱呢，啊，那这也是不应该的，啊，那我们现在面对啊五伦关系啊不协和。我们不要去要求，也不要去指责，哦，和谐社会啊，从我心做起，哎，我们自己先带头，尽本分做好就对了，哦，只要我们真心去做啊，啊，人之初性本善，啊，跟我们接触的人的善根呢，哎，自然会唤醒。哎，下一个故事啊，这汉明帝，哎，这是皇帝哦，啊，明章之治，啊，东汉明帝章帝，啊，创了一个盛世啊，哎，我们从这个事例也看到盛世的条件之一，尊师，哦，他以这个桓荣为老师啊。然后非常的真诚恭敬，那皇帝呢，刚好到了这个太常府，去找自己的老师，而且呢，安排是，老师坐在东边，东道主，他自己虽然是皇帝，他坐在西这个西面，所以这个不以君臣之礼，对老师 很尊重，而且设鸡帐，因为年纪大了，这个体力没那么好，设一个鸡帐，鸡就是他可以靠着，大家看古装片应该有看吧，来赶快臣上，比较老的臣子来都替他设想的很周到，而且还呀，让百官过来呀，一起礼敬自己的老师啊，会百官尊礼之。啊，你看由这个皇上自己呀，以身作则来带动全国啊。好，那我们汉学院的老师啊。尤其前几年呢，都是老和尚亲自聘请。哇，老师们来到汉学院真的是尽心竭力啊！啊，常常都谈到哦，老和尚对他们的礼敬啊，哦，这个每一次都是一定要送到电梯口。都是一直表达对老师们的感谢，哦，那个像王惟用老师就提到了，哦，哎，他跟老和尚表达，哦，他现在的因缘呢，哎，能够啊护持到什么程度，哦，老和尚说你的付出已经远远超过，哦，我的希望了，哦，都是表达那份感谢，啊，要看竺教授啊，竺嘉宁教授啊，明年，哎，应该是80岁了啊，哦，他到我们汉学院5年多啊，尽心竭力啊，哦，而且是
夫妻一起来。哦，哦，我们感谢师母啊，给了我们传统女性美德的榜样。我们汉学院是女众学生比较多。哦，百闻不如一见呐、啊。哦，我们传统女性都是像大地一样，功劳很大，从不居功。哦，啊，每个学生都得到他的照顾。哦，然后他都说啊，啊，都是同学们照顾他。哦哦，都向同学们、向老师们学到很多。哦，那种谦退啊，贤惠啊，这个亲近过的学子啊，都是终身难忘。哦，所以你学子们能得到那么多老师栽培，都是因为啊、哦，老和尚尊师啊，啊、哦，赶来啊、哦、这些那么好的老师员呢、啊。哦哦，所以我们一个家庭啊，一个团体啊，尊师啊，啊，那你家庭团体的子弟啊，同仁啊，就有福报了。嗯，好，哎，我们来看这个宋游作杨时啊，他们呢一同啊，向陈仪。我们说二程啊，这程颢、程颐啊，学习啊。有一天呢，去见老师了啊，结果这个程颐啊，刚好呢闭目养神呢，一下子给睡着了。哦，两个学生在旁边呢站着，哦，看老师睡着了。应该也体会啊，老师平常教学辛苦啊，啊，可能学生看了，哎呦，能睡一会挺好，所以，哦，可能心里还觉得让老师多睡一点啊，哦，所以就站在一旁。哎，后来这个啊，陈仪既觉啊，醒过来了。发现呢，门外的雪、啊，哦，就是他在打盹的过程呢，刚好下雪了，哦，深尺许矣啊，就积累快积到 一尺了，那么高了，哦，所以这两个学子呢，毫无惰容，啊、哦，没有一点怠惰，啊、哦，不耐烦，哦，所以直恭玉景。越加恭敬谨慎，哦，那他们也证明了啊，应主说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啊，哦，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的。好，哦，好，哦，所以二子啊遂传联络之学，这个理学分四大系啊，这个联呢是周敦颐所传啊，络是二程程颢、程颐所传，哦，还有一个是观啊，是张载所传。还有一个是闵，啊，是朱熹所传，啊，应该是在福建啊。好，啊，这是对老师很恭敬啊。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啊，你看每一个例子啊，彰显的点都不一样。哎，宋朝啊，这个读书人彭汝立，啊，他向啊
倪天颖学习。啊，李氏啊，极恭啊，对，侍奉自己老师啊，非常恭敬。然后后来呢，老师夫妇啊，都去世了，啊，没有孩子。哦，那他当学生呢，就亲自为老师啊办丧礼了，啊，然后又嫁把老师的女儿啊的婚事安排得很好，啊，嫁给当时候的进士啊，也是很成功的读书人宋焕。哎，这是什么？哎，真的是师徒如父子啊，演出来了，啊，而且呢，告慰老师在天之灵，啊，老师可能会担心的，他把他办得妥妥的。哦，那我们看到这里拉回来，哎，那我们现在怎么告慰老和尚啊？啊，我们在一条龙学校里面好好教啊，哎。老和尚晚年说的，现在求的没有别的，叫儒释道传承的人才啊。可是人才要从小啊，哦，所以诸位老师你们太重要了啊，啊，幼儿园小学越小越关键了，啊，哦，少成若天性啊，习惯成自然。当然，假如让我可以选择，我会选择教幼儿园，我现在没得选择，哦，看有没有哪一位老师愿意接我的工作，我到幼儿园去，哦，越小啊，越容易教啊，可塑性很高啊，哇，你看那昨天拜师，你看那两三岁的傻傻的，很天真。嗯，好，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啊，宋岳武穆啊，这啊岳飞啊，哎，他向啊周同学习，师周同，哦，老师教他呢。射箭呢，你看他能够挽弓300精呢，老师传给他的技术啊。后来老师去世了，哦，你看岳飞这种尊师的态度，朔是初一啊，望是十五，初一十五来啊，一定在老师坟前恭敬的祭拜。哦，而且是啊跪拜礼啊，这都是感念老师啊的痛哭流涕啊，而且啊还在老师坟前呢啊拿着老师送给他的弓啊，然后啊射3箭之后才回啊，这也是表什么？时时不忘老师教给他的东西，啊，不能教了我们不好好用啊，到最后都忘了，那就太可惜了，好，哦，所以我们啊，随时啊，哎，提起老和尚的教诲啊，啊，这个是真正报他的恩德了。依教奉行啊，这个是对老师最好的供养。嗯，好，哎，下一个事例啊，一个农家生了儿子，啊，这个当父母的呢，希望孩子读书啊的心是非常切的，啊，哎，希望好好读书以后成才啊。但是呢，这个农家的父母啊，对待老师啊，就很
啊，太简单了，太随便了。哦，老师到家里教学，啊，给老师吃的都只是很简单的菜。哦，然后呢，给老师的素修啊，都是用那个破碎的银子，啊，这态度上就轻慢了。哎，这个老师也可贵，他还是尽他的心来教导，而且还教了蛮久的时间。哦，那这个孩子呢，他看别人的文章，啊，人家文章写得很好啊，哎，他也都能看得蛮明了的。可是自己做文章啊，就做不出来，一无可取。哦，所以就这个事也是很奇特了，后来还是教不成。什么事都有因果，你轻慢老师是因呢，这不可能得到孩子学有所成的结果了，后人务农。好，这个下一个事例啊，那这个是对老师更不恭敬了。有一个老师个性啊比较胆小多畏啊，比较胆小，结果有一个学生呢就比较聪明啊，顽皮啊，他就胡子啊做巨人头啊，在夜里面呢啊，在墙外举起来啊，吓老师，啊！结果老师看了就很恐怖啊，啊，就跑，吓到跑掉了，啊！然后到了朋友家，就病了三天才起来，啊！而且吓得太厉害了，不敢再到学校去了，啊！结果这个徒弟呢，哎，后来又到了这个墙外。也见到巨人头，他本来想说那是自己做的了，哎，比较近的去看了，哇，那个巨人头，哦，眼睛会动啊，胡须也会动啊，哇，都把他吓到，惊扑而死啊，就吓死了，哦，因为你做的事情啊。太折自己福报了，古人留了一句话，入境人亡，你把福报都折完了就有祸了。好，那这个这几个事例呢，接下来谈的事师之道，侍奉老师的方法啊，就要像啊子弟侍奉父兄啊，哎，走路的时候啊，跟随在后面啊，老师坐下的时候可以立在一旁啊，在路上遇到老师啊。哎，要正立拱手啊，这个拱手啊表示尊重啊。你比方你跟老师出去啊，老师还没坐，你不能坐，就很怪了啊。好，那长者立，幼勿坐嘛，长者坐，命来坐啊。好，那老师在谈话的时候呢？轻耳虚心，陈德有观察亲近老和尚的时候我们一些弟子看到老和尚也很激动可是呢好不容易有亲近老和尚的机会但是老和尚讲话的时候
看我们有些弟子表情啊，都在想其他的事儿，不是很专注在听老和尚讲，哦，那就很可惜了。哦，所以修学啊，不能是靠那种情感激动啊，哎，你要理智的，你要什么？你要有愿力的。哦，你清净老师，你是要去利益众生的，那你有这一份心，那听老师讲话的时候，一句话都不愿意漏掉。哦，所以言谈者清而虚心啊。哦，那悔令忧于而不义。哦，这个是老师受到灾祸而忧伤的时候，啊，要感同身受，啊，吉凶祸福已与同。老师遇到吉凶祸福啊，跟他同进退，同感受。生则礼言跬步，啊，老师在世的时候啊，啊，侍奉他呢，啊，能端严的礼节，啊，不可逾越规矩半步啊，跬是半步，啊，死则心伤三年，啊，若此则庶几矣，啊，老师走后呢？心中守伤三年，哦，能够做到，啊，刚刚所谈的这一些态度行为啊，哦，那是差不多啊，庶几也就是差不多啊，尽到了啊，侍奉老师之道了，哦，啊，这个啊，接下来呢？是举了当老师的一个榜样，啊，王某训诲同盟啊，毕竟心力啊，修福不济，啊，这个王老师呢，啊，他教导儿童的时候啊，一定尽心尽力，啊，对于老师的这个素修啊，礼经啊，从来不去计较，哦，而且每曰天地君亲师啊，五者并列，哦，这个天地君亲师啊，这个神位啊，在我们传统当中啊，都是放在祠堂，哦，因为这五个角色啊，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很大的恩德，哦，所以是同等的重要，哦，啊，童子一师是我，则终身成败荣辱据我认知，哦，这个小孩，啊啊，以我为师的，啊，很可能他终身成败能不能成才，啊，能不能成一番事业，哎，跟我的教导啊，有很大的关系了。啊，当然，啊，大家听到这里吧，哎呦，我肩膀好重啊。哦，哎，我们尽力就好。啊，因为我们对学生呢，主办圆融，啊，主呢是每个学生自己，啊，父母老师啊是他一个助缘办，啊，我们只求啊尽到我们的心，这个就功德圆满了，哦，啊啊，当然这个助缘不可少。所以杨雄说：“师哉，师哉，童子之命也。”
因为越小养成的习惯可能就影响一生了。那当然我们在应对因缘的分寸也是要拿捏好。你不能比方说这孩子十五六岁了，他还没有发愿啊，要考英国汉学院哦，然后你就一直让他要继续学啊，那等到他二十三四岁了啊，又没有考上，到时候他怨你了，你不能强求的哦，说不定他是下一个稻盛和夫先生嘛，是吗？行行出状元，你不能产生控制要求，这些分寸呢、要拿捏好，不然哦，跟人家结怨哦。哦，老和尚有说，我们处事啊，有一个原则，不能跟众生结怨。我们要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啊！你跟人家结怨，不就又搞轮回业了吗？所以，缘分啊，胜于死。你不轻易收，收了你认真教。你不要收了，又说把人家赶走了，那就结怨了，对方又不理解，所以你收了，后来他有一些情况啊，那也是一开始你收的，你不能这个不欢喜了，就把人家辞退了。人家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铁定跟人家结缘了。并不是说你不能处罚，你都没给人家讲清楚，问题点出来。还要表达什么？随时欢迎你再回来。只要你面对自己的问题去改正，欢迎你再回来。不能情绪哦，老师一情绪啊，铁定跟人家结怨的。而且我们在五伦关系当中啊，要守中恕之道。你要让人感觉你是严以律己的，宽以待人的，人家心里才不会怨。恭自厚。这个存心你才是，哪怕你教书教了一二十年，你的心要跟经典相应，才在师道当中。不然你教了一辈子，你的心行还是跟师道不相应哦。那佛法重实质哦，不重形式哦。所以这个传统里面最核心的心境，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恭自厚，忠，薄责于人，这《论语》教的，薄责于人，恕，则远怨矣。你就远离别人埋怨你了。好。所以这里提到若不尽力尽心竭力误人子弟那跟庸医杀人等罪了。你看古人就这么讲了，所以老和尚讲了堕失九成了，这是确实很有道理的。你得人生闻佛法不容易哦。一个人生命结束了，他没造什么业，他又投胎来了。可是他要遇佛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这不容易的。我们要好好传道给他。又喜为童子讲孝悌故事，做人的根本。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而且他的思想观念很正确，曰学者，一个学习的人，应该要先心术而后文艺，先敦本而后诗人，知所先后则敬道矣。你这个先后反了，人才培养不出来。先教存心，然后再学文章，记忆，不然不先教存心，我们这个推广传统文化，有一些先驱者，他们教着教着遇到瓶颈了，去请教老和尚，怎么背越多啊，反而对老师父母不恭敬了，就没有考虑到他的心术的问题了。这个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了，对老师对父母都傲慢了。所以这个颠倒了，就培养不出人来了。那先敦本，巩固他的本性，然后再谈及施行仁德，那巩固本性就是孝亲尊师是最重要的。老和尚一直在护念我们，从这里开始。如孝悌有亏啊，孝悌没有根基了，所以才华正事不足重也，也是没有用的。结果他到了晚年呢，一生尽力教书啊，可能也是老来得子啊，升了文康公，等于他的命运转过来了。人以为善教之报，所以他的孩子之后也是成为一代名臣，封为文康公了。接着提到了近来师道临沂临沂就是走下坡了近来你看古代也是在感叹的当老师越来越没有像老师的样子了那真可痛哭浩叹就令人感到伤心流泪悲叹了没有思考误人子弟一定会受到神明的谴责没有这样反思了过去有一个读书人年纪已经60多岁了对他的妻子说我虽没有得到发达就是没有考上功名但是还好我一生都在当老师有一个教师的职位所以我也可以成家立业了他还有一点自满了，也还不错。晚上梦到他的父亲责备他。如本是考得上进士科第的人只因为你在教私塾的时候常常不够尽心还旷职没有在教室里教孩子的。所以文昌帝削去贵籍就是把你的功名削掉了你还在这里自己夸口还觉得自己挺不错的
哦，所以观此啊，误人子弟者亦为矣。哦，就是误人子弟啊，还是很折服，很危险。哦，所以我们借由今天啊，这个教师节啊，孔子诞辰啊，我们把这一句啊，跟大家做个交流啊，我们怎么为人师，怎么为人学生啊，都能从中啊得到一些启示啊，也相信啊，我们好好当老师啊，我们这一生啊，能够积功累德啊，现身幽入圣贤之域啊，抱尽高登极乐之乡啊，也可以像刚刚这一位王老师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给后代做好榜样啊，积很大的阴德啊，庇荫后代啊。而尤其这个时代哦，比孔子那时候还难哦，所以这个时候静心教书啊，哦，那个功德不亚于孔子啊。困难越大，功德越大。哦，欢迎困难，欢迎困难，跟大家共勉。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